我们再陪你两天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啊。追了20年再我们又回来。大家好，今天成都之行已经结束了，马上回湖南。本来我们回利川的话只要3-4个小时，但是要先去湖南。第一个，车子还在那边；第二个，最主要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岳母刚过世嘛，然后奶奶比较伤心，要去过去看一下奶奶。我们昨天晚上住在这个成都东站的旁边，这会儿看得到东站的景观。其实人也没有十全十美，总会有时候留下一些小小的遗憾。老罗，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觉？还行还行。今天早上我们马上就吃点早餐就出发啊。好，走。我做梦都没想到还能跟小木一起回湖南，还能一起回邵阳。对呀、啊。我马上就到家了，我把饭做起来，免得他饿肚子。这段时间他也挺辛苦的，他东奔西跑，先是从湖北那边到湖南，后面湖南又到杭州，杭州又到成都，成都又来湖南。幸好他身体体质还好。其实这段时间我瘦了，小木也瘦了，爸也瘦了很多，我得把这只大公鸡把它弄来吃了。解冻。应该是要到了。喂，你到哪里啦？我老婆家。哦，那我马上弄饭。哦，那我就弄好。好，拜拜。小莫。回来了。啊。辛苦了。你弄完了。行李箱。好嘞。你怎么没带刮胡刀吗？啊！天，我没带呀，刮胡刀。我这不去材料，今天就咱们回来，我来放一下。今天放你的行了，我放你的行了。大华帮忙啊，中华。好，你休息一下嘛。成都热不热？比这边稍微暖和一点。我在路上才加的这个衣服。休息一下，我先。爸，我不知道这要去哪里了。爸，在下面。那我上面没看到。你悄悄上来了。我没有，我从右边直接上来，没看到吧？可能哦，爸都在后面，你看。那准备那么大只鸡啊？我摘了彩虹就洗了洗，我就是跟我。爸也吃一点嘛，你也吃一点。你去休息。我也不累。我感觉你憔悴了好多。憔悴本来就这样。真的憔悴了一些。他不是，是因为没刮胡子的原因。你刮一下吧，你还是保养一下。40来岁的男人很年轻啊。我保养，这个其实只要身体好就行，是吧？这也是一方面嘛。这样看起来心痛啊，你不心痛我心痛啊。还是把胡子刮了，免得小凤看到我这么憔悴心痛。小凤。啊。你看现在年不年轻一些了？你本来就是年轻的危机啊，40岁，40男人一枝花吗？现在看起来年轻一点吧，是吧？还是要刮胡子，稍微打扮一下。这个放在冻冰箱里面的是？我来弄，你去休息，我来。这个好肥哦。啊，你再解冻一下。有什么帮忙的，我来弄。解完了。解完了。这就放这里，放这里还有用呢，还有做粑粑用的。就是，煮气的时候是吧？煮气的时候还要做粑粑吧？哦，你去附近的，附近的就要弄，就把兄弟给那个头发，好香啊！小莫，闻到香味没有？
小莫，开饭喽。啊，吃饭。不干活就冷，干活就热。喝不喝啤酒啊？那里还有啤酒。决定不喝吧，吃点饭。不喝，吃点饭。妈，你在家里面少喝点酒哦。不要喝酒吧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就跟我们打电话呀，对，发视频啊。好。昨天晚上我看爸一个人拿着酒在沙发上喝。一个人。还有就是，要是海清上学去了，放月假回来了，你还不是还有一个月他才放假嘛？他一个月只放一次嘛？你就可以坐个车，现在车子方便，到我们那里玩个十来天，对对，回来。那还有一个多月。嗯，回回吧。嗯，我们有时间就回了嘛，然后，你们放假就去我们那，就去湖北那边嘛。嗯，反正两边跑就是自己家一样的，女儿家就是自己家。你吃吧，自己吃吧。你多吃点，你看他瞧出早的。对吧？嗯，好好吃。哎，学会跟酒店一样，这个鸡肉一点点大一点。鸡肉不能搞大了，搞大了怎么说？我都砍出汗了，因为这个鸡本来就是笨重的，然后不好砍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所以回去了我就给你做饭吃啊。嗯。爸。嗯。我们再陪你两天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啊。哈哈。因为家里还有好多事。嗯。现在吃了好久了。嗯。回去了，我们可能过个，我看，做了20天再我们又回来。嗯，因为妈的头肿起嘛，头起，肿啊，头起还有那个也损一指，损一指是吧？嗯，只要49天之前都可以。嗯，照你选好日子，提前告诉我们啊。哈，妈没事了，把云宝啊，嗯，欧弟啊，还有一个小孩子，发点小视频给你看一下。哈，或者跟云宝他们打了视频通话。我不可山的时候去给你们打电话。嗯。给沈阳一把打电话啊，说完。